坐地铁看到一个小姐姐好像在哭，于是我出于好心准备给她递张纸。你没事吧？不是，我为什么要带你回家呢？放了。不过下车了。你出去吧，我走。你怎么又拉我？你干嘛去啊？我去住酒店啊。我不敢一个人待，我不敢一个人待着。啊？那咋办呀？干嘛呢你？不是我一个人待会儿，我这里面暖和。出来！赶紧的。不是你咋来了呢？我还不能来了，这谁呀、啊？这我弟弟捡。地铁上捡的，你别扯犊子了！地铁上捡的。是，我不认识，非要跟我过来，非要把我带到家里来。我也没办法、啊，拉着我不走。你别扯犊子了啊！不是真的。说金额到谁？哎，不是，跑了呢。不是，就是看网上就是都说什么地铁捡个老婆，我好像被我碰到了人。真捡的？大晚上的一个人跑了，我带我来，赶紧追呀、啊！真的，大晚上的。别走啊！你这么晚了，一个人出去不害怕吗？不是，你说句话呀！哎呀，我操！睡醒了，赶紧走啊！快点的，快走吧。走吧，走吧，啊，走吧，走吧。他走了。对，他要走了。嗯，不错，快走吧，走吧，走吧啊。你一定要照顾好你自己啊。哎，他说啥？哎，等会儿。我想你的宝宝。不是，你不用想我，是说什么了？谁是你宝宝？你胃不好，你不要老熬夜了。这是。